叫你来了半日，一句话都没有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带他来做什么？是甄嬛，一定是他。太监君了，姐姐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东西？ 什么机关来着？你们去看戏。夜深人静，你瞎叫唤什么？快跟本宫回宫去吧。御史，御史，他来了！别人倒也罢了，王贵人不喜欢酸的，给他多放点糖。是。